76到78年，我在台湾当兵，美国空军。后来有一天，那个大陆的气球过来，有那个宣传单的那个海报都下来了。我看到那些海报，我知道是大陆的，我不相信，所以没兴趣。但是那个台湾警察都跑出来说：“你不能看，你告诉一个20岁的男孩不能看，就想看。”我记得在台湾那个我们的队长说：“他说世界的人口1/4是中国人。”我还记得说我不同意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我们一家人有4个人，也没有一个中国人。78年离开台湾，88年来厦门。但是我知道中国人很多，所以到和平码头，我们下船是18小时坐船从香港到厦门。下船哇，人太多了，没想到人这么多了。我88年9月9号来厦门，24号就写第一个那个 off the wall 信，因为我家里人朋友他们很担心，第一我来到共产党国家，第二他知道这边条件不会很好，所以我来的时候有一个6个月的孩子，2岁的孩子，他怕这个生活的条件不太好，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，什么样的人，所以我到这边我觉得最好让他们了解，就是我每个月左右给他们写一封信。写一下就是生活怎么样了，然后通过我们的一家人的生活让他们了解中国人和中国，所以本来就是给家里人，后来给一些朋友，但是后来他们也给朋友，他们给朋友，后来2-3年呢就700人。我写信的时候我会画一些图，比如说这个是开车到西藏的时候，哦，这个特别有意思，这个 tanker给我加油，这个因为是在甘肃，不是青海，青海没有加油站，所以我们差不多没有汽油，所以问那个部队的那个基地，我说能不能卖给我一些加油汽油，他说不能对外卖，我说怎么办，有加油站，他说没有了，要到西藏才有，所以我后来几分钟后他们出来说那可以加油，要加满了，所以我加满了，我说多少钱，他说我们说过不能对外卖，所以我们是送给你一路平安。但是因为每个月每一两个月写这样的信，到2004年8月我回美国，我爸爸他说很高兴我来中国，很高兴我长期在中国，他说他像我一样当兵，因为是爱国，也为了也以为是为了民族人权这样的，后来发现都是政治的贸易这些背景，所以他说他有点觉得遗憾，当兵那么多年就是为了那样的事情，但是他说很高兴我来中国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你说很佩服我，就我家里人哭了。30年我看中国人越来越了解世界，但是世界还不是很了解中国，但是从一个美国人的家庭的生活的那个方面来说呢，就是让他们了解这是好办法。所以92年我申请永久居留证，他们就你真的不回来，我说我不回来。那么长时间泡一杯茶，以后退休了我要天天在这边。你看我说过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房子，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是最有希望的国家，中国最有意思的省就是对外国人来说是福建，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福建最美的是厦门，厦门最漂亮的是厦大，厦大最美的地方是我半山的房子，这个小亭子也可以喝全世界最好的茶，哇，呵呵，太丰富了生活的。这个遥远的遥远的来的人，可我是常住的常住的住这边，因为我深刻的深刻的爱厦门，是个遥远来的厦门人，我爱上美丽厦门到很长的时间，我爱上美丽厦门和厦门的人，我爱吃美丽菜也爱吃海鲜，是个遥远来的厦门人，美丽厦门，美丽厦门人，美丽的五老峰，美丽的海边，美丽的未来，美丽的昨天，是个遥远来的厦门人。
你遥远来的厦门人，你没有听见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是个遥远来的永久住的深可爱的厦门人。我是厦门人。